か。だよー。やった。充了电，那不能竖着怎么办？Hello， 晚上好。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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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怎么办？哎呀，不能动它。我是不是得远离这个呀？不然我一碰它就掉了。好像有人一进来就给我送礼物来着。对，今天化妆了，然后昨天头发切好了，今天排练，然后就直播，听得到吗？哎，我开声音了吗？我开声音了是吗？清楚吗？声音？哎呀，我还想下载一个那个呢。它没有个支撑的架子，我先手拿着。没电了，我的手机。今天排练的时候，排练就没电了。光还可以啊，看到的痘痘啊，西，好了，算了，不管了，太累了。接头发贵吗？接头发不要钱。嗯，我排完了，因为我没什么歌，所以我就排完了。哎，他们明天有人去哪里啊？安徽，我不去，所以，哎，我看到有人写居家权，哎，都不是我同学吗？是我同学吗 ？Hello， 是你吗？为什么不是因为没安排我呀？他们早就安排了。我吃晚饭了，但是我刚刚排练完有点饿，所以我又点了外卖。嘻嘻，谢谢。哎呀，我记得我要，哎，我记得我有登录过，但是，我看一下这个呢，哎，用这个好了。因为，我本来之前是想染比较黄的，但是我头发受不了，如果我染了那个很黄的，我头发就全部断掉，所以就算了，就还是染稍微深一点的。歌单，我的音乐继续。想放点歌啊，所以我随便找一个放吧。啊，没有我之前下载的那个。去哪？ Can you tell me who to follow when there's no one left around?You've been everything, I'm hollow. Like the skies are tumbling down. See eye to eye. Tell me where it all went wrong. Try to find memories that keep us strong. Oh, my fight's paid in my own. 没有，没去补牙齿，太晚了，关门了。我看明天排完练有没有时间去补个牙齿。昨天接了头发呀。
们都在排练呢，就我一个人拍完了。不行，我看我脸上那个痘好难受。这首歌吗？ What about the love?在排练的宿舍，哎呀，哈哈，我拍的也没电了，哎，气死我了，哎，真难过。写个信，好吧，我想给大家播歌也没有办法播了，等一下啊，等一下。我把镜头转一下，咦，奇怪，去哪了？什么个炮轰还是什么东西？哎呦，嘟嘟嘟嘟！哦，不能开排练，当然不能了，这是个机密。Best 五十上 ，B 五十上，然后，是四周年也会上。干呀！真的吗？有我长头发跟我短头发有差很多吗？我觉得还好。我昨天剪完头发，正好，去吃饭的时候偶遇了一个我的朋友，然后我朋友说你怎么把头发接长了？然后我说哦，拍摄要用，但他说我短头发比较好看，因为比较有辨识度。但是也有人说我长发好看。我发现好像男生比较喜欢长发吧。什么？你到了吗？没有，我在直播，来吗？啊，你在直播？嗯。哎，算了，我现在太丑。哪有？是什么呀？没有，一直播。哦。不是我们那个。嗨。我刚打开。这样像没穿裤子一样。我也穿，但是我们大家都穿了裤子，其实。是的。大家不要以为什么我没有穿裤子，我们是很良好的。对。对吧？对，很健康。对，很健康向上的。裤子的，亮给他们看吧，姐姐。裤子，都穿了裤子好吗？为啥？因为口袋太卡了，而且那个美颜好。效果不好，真的、嗯、我也觉得这个美颜效果好，没有这个还好，美颜效果真的，他们说映客的最好，但是 我们又不能再映客，而且我觉得哎，他这个没有美颜，这只是稍微就磨了一下，他也没有美颜，哎，这个真的不错，对吧？好久不见，有人说好久不见，真的，我们两个都很久没回来了，唱歌，让你唱歌。没有歌可以唱，哎，我们跑的拍的没电了，哎，你还有线吗？就是 iPhone 的线。有啊，我好多线。再给我跟 iPhone 的线把它插。我刚刚放音乐，我本来想放音乐，就是有点气氛，你懂吗？结果放到一半，放了一首歌还没完，放了三分之一，然后没电了，太尴尬了。可以的，你的这个直播很寂静。是啊，对。头不用，哎，这你的三星吗？对。没有，直接拔这三星的头就可以。这个是我充电宝，哎，拿错了，哎呀，一这，好了，插上了，啊，炸鸡。
站起来，哎，我好饿，我本来想说就是我不吃了晚饭嘛，小时候应该不会饿的，结果一会儿就饿了，我还去找谁去补牙，我昨天喝奶茶，喝怎么把喝奶茶把牙，对，怎么奶茶里面会有那种石小石子，然后我就吐出来看，我发现是自己牙齿，你知道吗？它就是可以的，没有个洞，然后我这是之前上次吃掉的，但一直没补。喝奶茶把牙喝掉，你也是第一呀，啊，宇宙第一，喝奶茶把牙喝掉的。哎，今天的人数比昨天真的更快。哦，哪里写了多少？现在5.5万人在看。哦，我昨天累积播放了200多万人。哦，你一直都在直播，我从来没有直播。没有，我昨天在染头发了，我直播洗头，然后染头发在洗头，可丑了。可以的。我要6666。哎，我也想你，很想你。是今年。啊，我们俩好像经常不出现呢。对啊，我们俩都是万年困难户都见不到。我已经我上次都过了好久，大概一个多月吧。公演什么时候？来首夜蝶吧。想你们，想你们，失踪人口。对，昨天250，你才250的。万年潜水党，我们太忙了。嗯。夜蝶进比武时，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对啊，要看你们投没投啦。对啊，看你们投没投。可以的，你举着不累吗？因为它立不起来，因为我插了那个线，你看吧，立不起来。就是，你得这样，你知道不？昨天是傻狍子。哎，对，他们昨天说我是傻狍子。不行，你还是举着吧。气死我了！有没有个什么？哎，这个可以吗？这个盒子，这盒子但是能挡吗？没有，我知道了，这样。这个盖子，把这个拿。自拍杆，哦，那是自拍杆，但是那个怎么架呀？我觉得架应该比较好架吧。这是我的宿舍，我太久没回来了，我这宿舍贼脏。哎，反过来架。对。等一下，哎，哦，这样。哎呀，我去！来。来，小心手，你小心手，这个有点。好，可以的。哎，但是这样的话，他们看我们不就是歪的了吗？你不可以这样啊！哦，真的是傻狍子。怎么被你看我傻狍子了？挂进去。还好你这是。但是我们这样还不是得这样拿着吗？那总比你还要找角度好啊，这个不用找角度。但是我就是想把它放着。嗯，那卡在什么地方吗？我也在想它叫卡着吗？嗯，这样不行。哎，你可以这样杠杆原理，你就这样就也不会，对，可以延长吗？伸长。对对对，你就把它伸长，然后这样。靠着，哎，对，就拿脚把它抵着。对，哎，我好怕我的手机这样掉下来。不会，哎，被我关掉了。对，这样它就会闪退。哎呦，好痛啊！宋欣冉来了，冉来了，我看上面有人写。哎呀，什么叫冉来了？就是宋欣冉来了。哦，他也在直播吗？不是，他进我直播间，什么玩意儿的脑回路？我从来没有直播过，我都不知道这种。我也没怎么直播，我们不经常直播。所以我们可以在一直播直播吗？可以吧，因为很多明星都在一直播直播。就是我们可以建自己的官方账号，然后。对对对，就官方账号就好一点。可以的，可以的。我从来都没有直播过，都不知道怎么弄。迷之东北口音，他们说我都有东北口音。怎么可能？就是嘛，一点都没口音都没有，啊，就是说嘛，谁说的？我是说你越来越很东北啊！我觉得我很南方啊。对啊，哎，为什么我这个打扮还不能开机？哎，有人说，为什么有人说我很傻？你才傻呢！上海台湾腔都被瑞哥带跑偏了，搞笑哦。其实 Taco 根本没有什么东北腔，我觉得。嗯，他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东北口音。呵呵。
而且我是特别容易被带跑的。我也是，就是跟别人住时间久了会被别人带跑。然后什么，我上次就是有人嘛，叫就是男生嘛，四川人，跟他们经常聊天，然后就会讲到四川话呀。没有，就是有时候会带一点点。哎，那好像说那个脏话，你知道吧？这是四川的吗？是啊，对，是四川的。最近不是很火吗？我有一句，不知该讲不该讲。哦，我不知道这个，但是我有学这个。对，各个果然、你要学四川话，我可以教你更多。来嘛，我们现场教学四川话，来，掌声，掌声，鼓掌。哎，我知道，我就一只手就这样吧。啊，好。那说什么呢？我看一下他。哇，这些太污了吧！说我们毕竟是少女偶像呢。什么？反正你拼拼个弯弯地平线。东北话变四川话。哎，那哎，你的 catchphrase 是什么？我的 catchphrase 啊，我有很久没有 catchphrase， 要不就教我的自我，就是大家好，我是什么？我叫什么？可以啊。对，以后去四川可以用。哎。有人说了有一句可以叫什么？老子今天不上班。老子今天不上班。老子就是我今天不上班的意思吧？对对对，老子、老子好像就不能讲完蛋了。没关系没关系，我经常在直播里骂脏话。好，今天对，今天不上班，不上班，班。班，对，班，老子今天不上班，不上班，老子今天不上班，可以的，老子今天不上班，班，不上班，不上班，班，老子今天不上班，对吧？有人，对对对，有人还让我教你一句，巴适的班，什么？巴适的班。巴斯的班，巴斯的班，是不是觉得还挺欧美的这个发音？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太巴适了，都巴适的要板起来了。什么巴适是什么意思啊？巴适就是很爽。哦，很爽，爽飞了，爽飞了，对，爽飞了，就是。这句话我学。什么？巴斯的班，巴斯的班。对。巴斯的班。是不是觉得很欧美啊？一只外国口音。巴斯的班，巴斯的班，巴斯的班。哎，你把衣服撩了就好像没穿裤子。那我把衣服扎起来吧。啊，对对对，加好一点，加好一点。不是什么不良场所啊，不是什么不良场所。新进来的路人朋友们，不要以为什么不良场所啊。很正常的，很正常的。Yeah. Bus the band, bus the band, bus the band, yeah, bus the band。感觉在 rap rap 又。哎，让我把歌放，你放来了，开始了。哎，我的歌去哪了？随便点。老啥子嘛老。主播，你即将被封杀。为什么要封杀这么美丽、这么可爱的主播？就是嘛。而且我们不是主播，我们是中国大型女子偶像团体。对，我们是少女偶像。大声喊出我们的名字。没有，不想，没有人想喊。秋。哎，怎么用？秋傻袍。哎，怎么回事？能不能给点力？我刚不把打开，我刚播了。又没电了。没电了。哦，好吧。哎，我插上没啊？插上没啊？对啊，没有，他再重只是。哎，他们好多人都说我接长头发好看。我没有，我觉得你这个长挺好看。就是你，你是说我原来那个剪掉了不好看？原来也可以，就是太长，我觉得就过长了嘛，太短也太短。我反正我觉得你现在这个长挺好看。我今天第一眼看到，我觉得还可以，挺好看。那你就女子大型偶像团伙，为改一个字，你的团体和团伙就完全不一样。那你觉得我短发好看还是现在这个头发好看？现在这个头发。真的吗？因为我觉得比较新嘛，一般刚剪头发就觉得好看，过一会儿就不好看了。我觉得我得让它充会儿电才能播歌，现在只有1%，播一下它就挂了。你等它10%。炸鸡，炸鸡，我的，哎，你手机有歌吗？你先拿你手机播一播。有，哎，你的外卖还没有来啊？我刚点，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来啊？飞呀！我们学一下这种。哎，我也下了这个，我这个比那个好用，啊、比那个 QQ 的好用。放什么歌呢？随便。嗨歌。
哎，你不要放日文呀。没有，我的歌都不怎么嗨，真的。没有，那你不是他有那个推荐的歌单的呀？你从直接从里面找就可以。我刚刚就是从里面找。哎妈，个性推荐。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你看人家都给我推荐的是那种，没有一样的，你都有。清新电子。嗯。没有，可以那个的，可以选择的吧？你先。我先直播，你先来找一下。放一首我们的歌，不要吧！必须加工资好吗？加鸡腿，太努力了，受不了自己了，简直受不了自己。对，我们现在都是大学生，对吧？对啊。对，我刚大一，温温大三。大三啊，我腿哦。对，然后我期末考考完了。喂，哦，我还没考完。他还没考完。我还没有考完呢。可以点歌吗？哎，他们有人要点歌。哎，点吧点吧，点歌好，我还找不到歌呢。点歌我们放，但是他们要点歌肯定要我们唱啊。他们点毒蜘蛛。除了我们歌，除了我们队的歌好吗？地平线。除了我们他的歌好吗？地平线。Lay down。Lay down。在哪里上大学 ？PPAP。PPAP。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啊。哎哎，好 ，Apple， 嗯 ，Apple Pen， 然后什么？我不会那个 ，Pineapple，Pineapple，Pen， 来来来，放过 Apple Pen， 来学一学嘛，啊，学一下，我们现场学那个叫什么 ？PPAP， 哦 ，PPAP， 嗯。哎，不行，我怕我抖的话，这个自拍看有点抖，因为你就抖了。Apple pen, I have a pen, I have pineapple. Pineapple pen, apple pen, pineapple pen. Apple pen.我觉得他的舞真的很魔性。哎，我没有看过他们的舞。你看，我就是个音准。一直什么？来一遍。好短。一直什么？对。而且要一上一下。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啊。没事。还可以。I have a pen.I have a pen.换一个，还有什么呀？朱碧，朱碧是、啊、小猪的那个。你干嘛？啊、你干嘛？啊，但是哦、啊，我知道那个，但是我没有那个。哦，那首歌真的很洗脑。来来来，我们的两个社会摇。我回来了。我喜欢罗志祥，我也喜欢罗志祥。好可爱啊他。哦，但罗翔是他的那个真人讲话，台湾上比电视做好多，就真人讲话，就台湾讲。哦。我上去他的生日会，哇、哦，服了。干嘛？我特别喜欢他。极限挑战。极限挑战，我最喜欢菠萝叔叔。雷索。小猪好大了。年龄大算什么？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怎么被我一下抖了？哎，我美不美呀？呀，看，站好一点。啊，哎，这不能再长了是吗？嗯，好像最长了。这样写脸小吧？挺好的。我们来说英文喽。H I J K L O P Q R S T U V W X Y
ING。What about you? I think so. What about you? What about you? I think so. I think so. 你干嘛？一定要跟着。你干嘛？干嘛？振振不在，于正不在。今天陈玉生日啊！对。Happy birthday！ 陈玉生日快乐！呀、我看上面有人写。哎，今天一直排练，所以大家都很忙。对，今天大家都排着忙，我们这几天都很忙。我们刚刚才空下来呢。陈杰生日快乐！哦，原来是那个字读绝啊！对。哈哈哈！我没有看前面那，我就看到后面有个玉，我以为叫玉的。哎，没关系，不要嫌弃我们弯弯没文化。哇，说什么呢？人家也是好歹一个正经大学生的。干嘛？你干嘛？哎，没了，好尴尬哦。哦，后面这段超级那个臭不要脸。Hello Hello Hello， 臭不要脸。Hello Hello Hello， 什么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我美美。Hello Hello Hello， 哎。现在好像都还没有路人进来，我昨天播的时候到后面，播到后面有很多路人。哦，那是，我要是路人，我也会看你洗头的。好难过、JK， 你想吧，那些直播平台大家一般都播些很正常的东西，突然看到一个人洗头，突然就很好奇，还直播卸妆，我经常干这种事。可以的。现在所有人都说我是路人，冷漠。现在这么多路人呢，谢谢。你们是不是有人姓路名人呢？嘉宾路人，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是 SNH48 的邱千怡。大家好，我是 SNH48 的温馨杰。你干嘛？哎，你好白啊！你都曝光了，你过来。我一直在曝光。对，你好白啊！我怎么这么不白？哦，我戴着帽子，我戴着帽子。对。对。哎，我这边。我要这样子，我要这样子直播，不然就要曝光曝光。妈。哇，好多。臭不要脸。让我摘帽子，我偏不摘。厦门。路人，熊太路不认识，你们住一起吗？没有，哎，我们算是住一起吧，住隔壁邻居。对，经常在一起，没事住一住。对。哎，我换首歌，换首歌。我也啊，又来了。我不想摘帽子，因为我怕我摘了太美了，我要让帽子掩盖一点我的美丽。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什么歌啊？什么歌？来点歌，点歌，点歌，点歌！知不知道我这样举着自拍杆真的很累？体谅我一下。点什么歌啊？社会摇味，大家都想听。为什么大家喜欢听社会摇啊？社会摇是什么呀？你搜一下就知道了。来吧。啊，这什么呀？谁给我发的？单曲。哪谁的社会摇啊？谁唱的呀？谁唱我不知道。哎，谁唱的社会摇啊？看他们怎么说。谁唱的社会摇啊？瓜皮。哦，瓜皮不是我那个粉丝吗？没有。刮什么皮啊？把你们的皮刮刮掉。哪有瓜皮啊？哪有瓜皮啊？啊，没有，是我有个粉丝做好像社会摇的一个东西。哦，但我们这边又搜不到。B 站。要 B 站搜社会摇。哇塞。
这么强，我刚好我有 B 站，大型同性交友网站。我发现我这衣服好亮眼，好红啊，红艳艳。可以的，挺好看。哪有什么瓜皮呀、啊？红红火火。我今天才玻璃火山就已经有10.6万人了。塞纳河上西瓜皮。啊，对，就他。哦，我知道他，是这个吗？应该是吧，我不知道啊，是这个吗？啊，他很有才的。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啊，没有我。是对对、哦、是。是这个。爱好。真的很社会呢。哎，没电了。大家都是没有电的人。好尴尬哦。等等，我还可以坚持，我的手机很坚强的。我们要看内容，我看过这个呀。我们可以来直播，我们看的反应。直播，我们看的反应好了。这不是我吧？我去，好丑！哇，这要命了，孔！我感觉我都要旁边打碟。等一下，得把这关。了不得了，我们在吗？社会摇，你们观看完之后就会发现，不会这么无聊。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这么无聊。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这么无聊。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这么，我们不无聊。视频时候掉了0.3万人，刚11.9万，现在1.5万。可以的，我进来的时候只有4万多呢。不喜欢鬼畜，偶像教你语文。对，什么叫做我笑的傻里吧唧的？哦，他们说还有一个番叫戴蒙叫我来巡山，放歌了，放歌放歌，我手机没电了，不然的话就给你们放歌了。哦，不对，我手来吧，点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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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点歌点歌开始。平时他们让我点歌，我就不点，因为我一个人点了我也不唱。
没有点歌我们放啊，又没说我们要唱。阿妹点歌就是要唱。Blackpink。不会韩语，没有学过。玩火夜店，我和我的祖国，我的祖国。妈妈木。会不会 Tara？ 啊。都是韩文。对啊，韩文要学过才会唱嘛，没学过就不会唱。韩文没学过不会唱，只能看我们干嗨。一人我饮酒醉。你有那个吗？听过吗？这个我没有，昨天就有人说这个。我也听说过，但是我也没听过。来嘛，试听一下。一人我饮酒醉吗？是谁的版本啊？谁的版本？一人我饮酒醉。谁的版本？独孤。谁的版本呀？别光说一人我饮酒醉，问你谁的版本？哦，是不是有点凶啊？天佑，天佑，天佑，就是天佑，天佑。你看嘛，我不凶一下都没有人踩我们，要凶一下大家都回你。没有。没有吗？没有的话就随便找一个吧。那是第一个吧，高迪吧。你们好，我是高迪，喜欢画评论666。这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我只求他这么能说鬼叫女，我请夫妻宴席，我自助礼，我只求还有一加爱的版本呢。可是这里面没有一加爱的。是这个。原来大家都是好这口的，原来大家都是这么社会啊！突然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社会。哎呦妈呀，吓死我了！不对，我们本来就是清纯少女偶像。对，作为社会支队的领头大姐，我看你给我翻个白眼过去。没有，那是不是我？来吧，我们来首降落伞吧。降落伞怎么唱？我听晨晨唱过，但是我不会唱。啊，真的？哎，你给我看歌词，我跟一下吧。可以。你带头唱，怎么样？好啊。降落伞。哇，清唱！哎呦，清唱降落伞。你会吗？因为弯弯不经常公演，他可能不是很熟。我不会，我不熟啊。听，我先听一遍吧。要跟着才可以吧？来吧，搜一个大 C 的版本。哇，这个直播好像拍出来是挺好看的哦，也有可能是我们今天化了妆的原因。嗯，拍出来比较好看。没有，确实磨皮效果挺好的。八人版。什么叫做八人版？哦，因为现在已经有九个人好像唱过降落伞。10:03了，为什么我的外卖还没有来？你的外卖写的10:09来。外卖来了，我们就可以直播吃东西了。你点的什么呀？炸鸡。我要走了。不行，你不能走。我要走。这样吧，我去厕所吃，你在这边吃吧。啊哈，你去厕所吃。他自己说的，他刚才说的，他去厕所吃。我收回我那句话。他说他在厕所吃。我收回这句话。哎，没有啊，啊，没有九人八人版的。哎，不要八人版了，妈妈直接单唱。来嘛，来这个大 C 的，化作百年孤独的水母 C。我接头吧，接头好痒。给你看歌词。气球离开我影子左右，寂寞广场陪着大半钟等候，好像留着我在停留，反方向的人群退后，这是突然
你把那弹幕关了吧，看不见那个词。肩膀照不护我的降落伞，门贴心看着我，放松我眼中那一丝丝成长的不安。因为依赖你的肩膀照不护我的降落伞，像温暖的毛毯，像踏实的手掌，你都给了我。他有一首汪峰唱的好听，噔噔噔噔噔，毕竟我每次公演都听的。哦，也是，我连伴奏都会唱了。那我还是不行的。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嗯，噔噔噔噔噔噔。刚刚头发把我。百年孤独的水母兮，啊，好想大 C 哦，大 C 赶紧回来了。嗯。一个人晚安，窗口保证撑着我孤单，多端的手机，安静的夜晚，不想这心情会变成必然。因为就在你的肩膀照不护我的降落伞，我放松我眼中那一丝丝成长的不安，因为依赖你的肩膀这保护我的降落伞，像温暖的毛毯，像踏实的手掌，你都给了我。在你的肩膀，我们越来越好看。瓜皮人气好高，的不安也不会全团最白啊，你觉得我真的是最白的吧现在。对呀、啊、因为我好白啊，好羡慕啊，你都给了狗白起初一笑倾城。哎呀，没办法，我也很不想曝光呀。告白气球你会唱吗？哦，好像会。我也好像会，因为我室友特别喜欢。我经常名字和那个歌对不上，我要听那个旋律我才知道会不会唱。我也是，我也是。那你跟我说名字的话，我就说我不知道。我室友很喜欢这首歌，我经常听他唱。我的痘啊，我都被我每次一撩头发，我的痘长的痂都被我解掉。哎，这是有女生版吗？还有女生版，这是？不知道呀、啊。哎，第一个就塞纳河，对哦，塞纳河畔。哦，哦，这个我要说一下，就这个告白气球，它不是有一句歌词吗？嗯，是，等一下让我看一下那个歌词，是，哎，歌词呢？哦哦哦，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然后我室友的男朋友，嗯。就专门送了他香榭的叶子，是这个礼物，我觉得可以上那种微博的那种热评。我要不要把我的帽子给你？我看你老是抱我。没关系，没关系，挺好的。这是女生版的。啊，我听过，但是我不会唱，好尴尬。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
想让我知难而退。哦，我发现我的 T 有点低。只要想写的落叶，浪漫的约会，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刚刚准备唱，原来是间奏，好听。你白的反过，哎，我把头发撩下，把帽子。你看，可以的。瞬时间你就不反光了，没关系，我不白，我不会反光。Thank you。我很棒。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要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隐藏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全世界，不会唱。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亲爱的，爱上你，恋爱日记飘向谁的记忆？一整瓶的梦境全都有你搅拌在一起。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好棒呀，鼓掌。哎，我就只有一只手就不鼓了，我来吧，感觉你举累了。是真的好累。哎呀，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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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我们乐理考试，就是老师这样随便给你打节奏，然后你要把它打出来，只打一遍，就他随便打，然后你把它打出来，然后便说出那个节奏型。可以的。哎，你学声乐的吗？哎，为什么外面有男？有人叫你吗？啊？在我这，在我这。我知道小爱肯定叫我去排练。哦，我来了。小爱肯定叫我去排练了。你要排什么呀？我问一下。小爱，对啊，小爱，小爱来找我们排练。怎么了？啊？对啊。是。来吗，小爱？来吗？不。小爱不想看。他回我们把小爱头上的花取下来。你先把你刘海稍微拨一下。少年偶像剧私底下特别挫。没事，等他回我们再出去拍嘛。你先进来玩一会儿。来嘛，坐这。我害怕。而且我把帽子摘了，脸就变好大哦。你要吗？我还给你。不用。哎，我感觉我在后面也不会那个，在后面不会出光。直播啊。是啊。刚还在。刚我们还在唱歌。唱啥呀？就随便他们点。新年快乐！这背歌词，我忘记，老记不住。我也记不住，完蛋了。矿啊，肥死了。
假如有人问你教练在哪里，他在房间里面啊。小爱好可爱，小爱也这么白，就没有人说我白是不是？白白怎么样？白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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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说了说我们白，然后说你白，没有人说我白。白白白白白。你在外面怎么还不到？是脆什么？炸鸡啊？吃吗？我太胖了，不吃，我也太胖了。但我还没关系，吃一口不会胖的。但是我还是很想吃，我也很想吃。还没来，你催催一下。他怎么还不来？还不是九？你都15了，还没来。哎，等一下，我要看一下。他不会来了，然后我们俩不知道吧？没有，他肯定要打电话的呀。求同款睡衣啊？我吗？对，因为只有你穿了睡衣啊。对呀、啊、不然在说谁？洗手已取货。我也不知道。 哎啊，什么？我觉得他应该到了呀。 他到楼下，他不会放楼下然后没打电话吧？我也觉得。那去哪吧？这个手机也没有电话。那去哪吧？那就是到了。他说订单已完成是吗？没有，没订单。哦，订单已完成，那就是在楼下了。有时候他不打电话。我切，那我下去拿吧，你们俩吃一下，我下去拿。行吧，好吧，我去拿外卖。你去去吧。让他们坐送件礼。没钱最近，歪总太穷了最近。歪总最近有点穷。你有我们穷吗？所以说，所以说还是我们比较穷。大家都说我最穷，我周围偶像太穷了、穷得要死了。我有时候没回来，就是因为没有。对，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来吗？因为没有钱买机票。哈哈哈哈，好穷啊，穷惨了，我们太惨了。我们唱歌吧。来嘛，我们看你要唱什么歌？唱新年。让我们。祝你新年快乐！还不会唱这首歌怎么办？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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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感冒了，有点鼻音了。收获更多。唱啥呀？啦啦啦！我是卖过的小红车。是我们卖唱了。哈哈，好惨呢。没有，小幸运，唱小幸运。小幸运怎么唱来着？我就要放歌吧。哎，我这么坐着跪着很美呀，就坐下来。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沙歌总是响起。他们可能听不见你在。哦，我知道了。没有，你放小声一点，放伴奏吧。笨呢、哦，可以放这里的呀。吼吼吼吼，有人说小爱的睡衣好可爱，难道小爱不可爱吗？小爱可爱，小爱最可爱。终于来了个手机有电的，小爱呀！不要夸我，一夸我就脸红。说让汪总分钱。来唱这个，你先唱还是我先唱啊？没有，我其实不是很会唱。你唱吧。滴落在青青草地。你手机屏幕调亮点嘛，要瞎了都。放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哎，其实我不太会唱。哎，我也不太会唱。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记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妈
看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让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眼底。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展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吃的来啦。来了，但是好小一口，我感觉被坑了。你先吃，我们先上一会儿。怎么冒出这么多毛？你们怎么回事啊？有没有卷毛的呀？有。到你要我房间去，有粘毛器。行，一会儿去吧。你就找孙瑞。一会儿去。快快快！让我能做回我自己。哇！哎呀，我的手。行，我来。我觉得我的手有二米八。我来拿吧。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用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那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好，已经到最后了，好幸福。他们说我喝醉了，说什么呢？哇，好香哦。哎，妈，给我找一份，我以为很大一份呢。我也以为很大的。好。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才会有多幸运。啊！谢谢。嗯。什么？好罪恶呀！还要唱啥呀？嗯，好罪恶呀！好还要唱啥呀？你要不要再点点其他的？哎，忘了。他说点会唱的不咯？啊？绿光告白气球，告白气球其实我刚刚唱过哎，刚刚唱过了，他们大家都唱过了。有，其实我们也不是很会。我们能不能唱点大家都会的歌呀？对的呀。下一站，没有看到我这个东西。下一站，我是要减肥的，我要下一站呢。下一站是吗？啊，什么叫做下一站是什么？下一站是我自的。说我已经很胖了，不用再吃的人说是谁。嗯，看没看见有多瘦？看没看见？看没看见脸有多瘦？看没看见？没看见。真是假？谁没看见？没看见人右上角点击刷刷出去啊！我要摸摸肚子的，早点嫁入豪门，什么鬼？钱，小钱，啊！昨天神魂颠倒。别扎到自己，我们吃。我也想吃炸鸡，没有炸鸡。这吧，这里应该有。这个不是喝的，这不是喝的吗？应该不是。真的耶！真的耶！鸡，它也太小了。对。哇，不错，真的吗？说
年糕。对的。那也太小了。吃年糕。早知道我点份大份的了，我以为大份的太大，我一个人吃不掉，我想小份就够了，没想到这么小。你妈好罪恶。哇，辣的，他不能吃，我们两个吃吧。真的假的？辣的。很辣很辣很辣。你尝。真的假的？你尝一点。先尝个年糕吧。你尝个年糕吧。你不能吃辣的。哇。哎。台湾吃不了，这个归我们。嗯。真的。嗯。哇，因为它上面写的，叫写的是甜辣的，我想说，甜辣应该不会多辣。结果真。哦，好辣！这么大一个，是，我们先把年糕吃吧，都是啊，是吧？啊，辣的耶！为什么不吃辣？天生不吃辣，我不会吃辣，我一点辣都不吃。我就喜欢吃辣，我这个真的还挺辣的。有没有下面一点就不怎么沾到酱的？下面有全是酱，对啊，啊那最上面的还是没有酱的。啊，那我就稍微上面一点有吗？吃了这个吧，这个就是个能吃，好好吃啊。但是我这怎么吃，我就直接拿嘴咬了。拿手啊，我怎么拿手，你看一下我。你不要用这根签了，你只要用这个手。这个手干净不？洗一下，去洗。我懒得洗了。干净的吃吧。你用那个接，用那个接。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去接一下，小心前这个要掉了。我本来打算减肥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这么多。我也是。嗯啊，你朋友圈发的什么？你还记得吗？哎，我刚看。刚喷上去。我刚看我朋友说，妈妈姐姐，你的声音好男性。啊。So。小朋友就喜欢说实话。So, 你第一天才发现吗？弯弯姐姐一直都这么男性哦。我看我要去一下泰国吧。那很好吃。没有，你不是泰国刚回来的吗？嗯，原来是没有骨头的。嗯，而且还蘸了很多酱，好爽。行，你要点外卖吗？你要点吗？啊，再点了是吧？还在点份炸鸡吧。点吧，你应该没吃吧？哦、要不点其他的？我点个不辣，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炸。好的呀，好的呀，用我的手机。用你手机，我以后把钱一起转给你。嗯，我脸怎么这么红了？我感冒了。光的问题吗？你们想吃那种什么凉皮啊那种，还是只想吃炸鸡？你刚点的哪一家？我刚点那个，他那家都是那样的。嗯，你不要点我那家。看了订单不就好了？不是，你不要点我那家，我那家都是这样的。好，你就直接上面搜炸鸡，然后看最近的。我不喜欢吃鸡翅，你就想吃炸鸡啊？给你好不好？好吧，我不喜欢吃鸡翅呢。里面还有肉呢。嗯，炸鸡。嗯，好好吃啊！这样。快看几点了？现在几点？现在才十点半而已。我们大家都是夜猫子。你自己来看一下。你要点哪家？我很困啊。嗯。哎呦，等一下。哦，我腿麻了。啊。哦。桌上有那个，就是散着的。你们大家讲讲话呀，因为我要点炸鸡，你们讲话吧。你讲什么呢？炸鸡真好吃，不破坏了我的减肥计划。地瓜也很好吃。不是这样点的呀，要点那个。哎，等一下。
你刚不说小爱你的排练呢？排练被狗吃了，哼，排练被小爱吃了。对，小爱是来找我排练的，现在被我拖进来一起吃东西点外卖。哈哈哈哈，哎呦，哦，我举得好累，来来，你们找个人举一下。嗯。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没有东西，就是没有东西可以给它撑着。放这里吧，可以不了。你塞得进去吗？我怕它会倒。嗯，会。对吧？所以不行。哎呀，这怎么办呢？对啊，所以我刚刚一直都是这样拿着的，所以很累。放弃了，你们就拿手举着吧，你就这样撑着它，我先把那个外卖点了。行吧，撑着吧。怎么办？好罪恶，可是好开心哦。哎呦，哎呦，我的妈呀！小爱，我们晚上去跑步吧。啊，晚上都睡觉了，跑啥呢？还早呢，我们是夜猫。不然我真的害怕，我穿不进那件衣服。我点个酸甜的，你们要点什么味的？娜娜的。你点的哪一家呀？还是这个？还没有韩国的。我要点。看啊，从这边还是炸鸡。我想吃年糕。我也想吃刚才那个年糕。是这儿有，韩国这是年糕。啊，这个看起来，不喜欢里面有芝士的。应该有没有的吧？哦，但有这种就是没有的，油炒。新的呀。油炸，你要吃芝士还是吃？我要芝士的。我不要。你们俩石头剪刀布。哦，如果我们点一份的话，点一份那就点芝士的吧，那就点不要芝士的吧。啊，到底怎样？不要芝士吧，太胖了。那不要芝士的，太胖了。不要芝士，太胖了。那个呢？炸鸡呢？点你不辣的吧。我点的是酸甜的，你们可以点个辣的。也有辣的。不辣的吧。我点了一份不辣的，但我点的是小份的不辣的。我们吃年糕。我点的是小份的不辣的。嗯，那有没有不要鸡翅的，只是鸡块的呀。对，不想用手抓。嗯，看一下。什么叫做男神套餐和女神套餐？还有闺蜜套餐是什么？哎，香酥鸡。行呀，这个。这辣的吗？你们要吃辣的？不辣的。哎，你们要辣的？不要辣的。哦，那就不辣的吧。为啥？你们不是喜欢吃辣吗？原味吧。原味和那个。感觉辣椒也胖。辣椒不胖。辣椒是燃烧的，懂吗？那辣的吧。操。大家一定要把那个音频给截下来。这个是吧？没关系的。发给公司。现在这个年头，哪个人不骂脸脏？我就不说。那有加工资吗？你敢说？你要说，你这辈子有没说过吗？没有吧？这辈子，你这辈子还没过完呢。那我说，你绝对从以前到现在绝对说过吧？从以前到现在，绝对说过还是说过的。因为学嘛学。哎，有饮料，有饮料。哎，我看有给我发微信了，估计是。没有可乐吗？怎么那么作呢你？啊，没有，有。不要喝可乐。苏打，然后这个，然后这个。没有，因为开水，喝开水吧。因为这种太小瓶了。我们喝开水吧。还没喝爽呢。我煮了开水，要不要？不要。就这些。不要喝饮料，胖。嗯。再给你们看一眼啊！我不喝。最后一次机会。我不喜欢喝饮料。真烦，点个外卖怎么这么烦？那就。不要吧，好，我看一下啊，油炸炒年糕盒饭，哇，他有11点多才能送到，啊，对啊，11:20才能送到，11点，为什么要送一个小时呀？也有可能会快，他只是预计，应该是会快的吧？那我就先点了，先点吧。好罪恶呀！我从来没有这么晚吃过东西。我来，我有这么晚吃过东西，但是付钱。我噔噔噔，并不想这么晚吃这个东西。我来放歌了，你把它撑着啊。罪恶哟！发个红包先。啊，好罪恶哟！大家都看到我半夜在群里面发那个外卖红包了。呵。好罪恶哟。我累了，拿着呀，拿不了。你知道我刚刚一个多小时都是这样撑着的。哎，我觉得我必须把它给整一下。
你一般直播多久啊？我昨天直播染头、洗头、接头两个小时。因为我在想你要不要，你是要结束了还是？哎，你帮我先按着一下。哦，不行不行。对，我。你咋卡在那儿呢？哎，这样可以，这样可以，看效果。但我们做集中点，集中点，不然就播不到你了。咱还往后一点。哎，厉害吧？哎呀，太有才了，能收两只。14万了。14万了。现在我们播了多久啊？哦，一个小时多。哎，我这个视频你怎么看起来我头发像黑的，就是很深的颜色。对啊，因为这个光线能看出来就比较深的。哎，你们有毛毛电话吗？有啊。给我想打电话。我妈他们回来吗？回来啊，他们在染头发。默默在隔壁吧。怎么样才能娶到小爱啊？我怎么知道？不可能，已经嫁了。你变成思思就可以了。哎，你的手机号码暂停服务啊。啊？你看，大家看到了吗？现在小爱小爱有多丑啊、哎！今天扣月租。小爱有多丑？今天扣大家快点礼物刷起来，给小爱充话费。WiFi。哎哎。是。哦，你知道吗？我那天话费你知道吗？就手机停机了，然后我本来想说。三号吗？三号，我本来想说充100块钱应该能，就是能又可以用了嘛。我充100没有用，然后哎怎么还是停机？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有 WiFi 的地方，然后查我欠了多少钱。我他妈欠了900多。为什么？不知道。你吃话费呀？我真的不知道，欠了900多，我都震惊了。我说天哪，我交话费我真的太穷了，我交话费都交不起了。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你真的吃话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连着之前的那个火车奶油，有可能。天哪！啊，套餐不是也很贵吗？关键是他欠了900多，还让你用了这么久。是的呀。好，欠900多。挺好的呀。挺好的呀。太穷了，赶紧换张卡。我也不知道怎么用的，我想是因为之前国际漫游开着吗？哦，之前就是在国外的时候，但是回国内就关了，而且国外国际漫游不是有套餐的吗？哎呀，吓死我了！我那天真的是崩溃了，我穷到我都交不起钱，我要给我妈求救。我妈把我臭骂了一顿，问我怎么用的钱，怎么用的话费。你妈妈真好。哇，有人送了个钻石，谁的粉丝送了个钻石？我去，叫什么深圳的什么名字来着？没看清楚。叫不出吧？大家都姓黄吧？那钻石是什么？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钻，这样的，就是、的东西盒子里面有个钻石，对，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谢谢。哇，有了，深圳的，这肯定不是我的粉丝，送了个跑车。跑车？你的粉丝吗？我粉丝没有钱。那我更不可能是我的粉丝了。我本来更穷。更不是我的粉丝了。谁呀、啊？来认识。不是深圳的什么那个怎么读？贞子是吗？哎，是读贞吗？哪个？没有，刚过去了。哦不是这个，刚钱少家的，钱少家的，哇，钱少家好有钱啊！好有钱，怪不得钱少家钱，怪不得钱少家有钱。完了，我强迫症，一理头发就停不下来。
我要去抱钱少大腿了，不要拦我，我要去抱钱少大腿了。钱少大腿已经在我这里了，抢。哦，对，说好要给毛毛打电话的呢。那，这他还没进呢，你等一下，等一下。我晚了，这是为什么？好尴尬哦，你什么情况？你这样吧，你把。我这个都没出来。你把。需要重新关机。你把号码给我。你把号码。我怕给我发了，我没法看。我都很少打电话的。我放假了吧，算了，因为考完试了，然后但是，也不算放假，因为我忙工作，忙这边的东西，所以不算完全放假。太久不回来了，我房间都哇，又有人送了跑车，金什么刘什么会子，然后充话费的钻戒。那个东西给你充话费，那个钻戒真的，那个钻戒是给我充话费。老司机。新年好，啥时候公演？最近后面还有公演吗？没有，公演结束了，没有公演了。我不知道，好像没有了。有啊，四周年的公演。哦，就是四周年那个公演，然后就是剧场没有。我四周年不在。对，微微四周年不在，因为他要考试。四周年我上，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时间排练，但是我尽量，因为我要上，我肯定得想办法跳会。然后渡边麻友家的羊驼，然后我要说什么来着我要想办法学会，对。爸爸们好可怕，爸爸们好有钱。哎，你们不是要给我打电话吗？就是因为你手机坏了，难怪你把号码给我。小爱手机坏了，他需要换个手机。他需要换个手机啊，可怕。哎，我想看一下到底是谁给我发的。哦，我有办法了。呀，出来了，呀，老慢了。哎，你们聊聊天呀，人走完了到时候。喂。那唱歌吧。喂，哎，你刚有给我发微信吗？你手机没电了？啊，我没有，我手机在直播着，然后我就没那个。啊，没事，没有，我就在直播，一直播，微博上，新浪。没有直播啥，直播我在给你打电话，然后后面两个在刷手机。现在爸爸们都各种送豪车啊，然后呢，我知道。那对，那你们还得过来是吧？过来然后再过去。你还有多久了？哎，这是什么？摩天轮是什么？那你反正弄完你先回来呗。摩天轮是什么呀？好吧，感觉很厉害。不急啊，我跟他们说一声。我
摩天轮是什么？为什么没见过？我也没见过。我也不是。哇，对吧？像一心一意。一心。哇，这又是什么热气球？热气球。我们怎么这么土？至少没见过世面的人。哇哇哇！又是摩天轮，渡边。还有皇冠，好多皇冠。哇，好多皇冠。一群土鳖，人家想，然后路人看到一群土鳖都没见过。哇，又是羊驼。哇，哎我靠，我看到那个名字我就想到我们学校有个师哥，他的就是绰号就是羊驼，然后就能想到我那个师哥。我们唱歌吧。你要唱什么歌？化作樱花树。好让我都知道，我快忘记了。我好久没唱了。应该说好久都没听过了吧。哎呦，看看有人说要听狼与美女。蓝与美女是什么？没听过。哎，把你的哥哥关掉呢。啊好。我关了。谢谢魔天轮。在橙色展露光芒天空之下，你独自开始迈出通向未来的步伐，像总是出现在梦中的那样，描画出梦想中漫长的路啊。身穿校服度过的那些时光，现在已变成回忆之难能找不放，重新改变的自己再次发芽，站在你的身后看着你走远，不断的回头站在我眼前，勉强着对我露出微笑，那一瞬间流出的泪划过了我的脸，是我们成长中必经的人生曲线，幻化成为那樱花树，守候永远不变，就能让我站在原地守护你每一天。若你突然啊迷失方向，在那不经意之间，我会在你心中逐渐爱的世界，站在梦想前。教室窗户旁那片阳光洒下，日光下雨同船谈论的美好未来啊，是现在你将要跨出的步伐，跨出了在百花盛开的季节下，不可以再念你，再让我无法的自拔，在风中颤抖坚强美丽的花，越过冬天还会再次的绽放，想念你只是会一个人再回来怀念过往，只想在这片回忆的地方遇见毕业时闪烁光芒你的模样，幻化成为那樱花树，守候永远不变，变成了梦想，旅程起航印记就在今天，就算这花朵全部飘落都在春风中凋谢，也会只剩残缺，伸出指头想念，等重逢那天。好老的歌了，好久好久，真的都快，真的我都不太记得了，就是以前真的就很久没有听过，然后今天突然唱，是觉得还蛮感慨的。对的，
阿姨的回忆。我发现今天的人数稳定在14年级。可以的，可以的，很强。棒棒糖。这里有唱什么？棒棒。哎，这样我的脸就好小。这样更小。这样吧，挺好的。这样。这样。青春的花瓣是什么呀？嗯，是哪首歌呀？啊，那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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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那首就是那首。听着。看不见小爱了。一心一送了很多、啊、很多。我知道了。我怎么不知道呢？这什么？青春的花瓣。哦，你还知道怎么唱吗？啊、哦。穿裤子，都说我没穿，所以我不穿了。我觉得小爱应该加工资，加鸡腿。对，口罩。牵着你的手，看花瓣飘落，还有早晨未完的承诺。青春开始成熟，是我启程的时候。不同的旅游，不同的感受，也在追寻着相同的梦。但愿我们拥有绽放之后的笑容，那未来就像宽广的宇宙，走到哪里都不会寂寞。小小神奇的后，将触梦的翅膀飞向自由，飞向自由。当耳朵张开的时刻，我看见了希望，希望的钟声即将回荡在那遥远的前方，给我力量，力量向前冲，不再犹豫，不再彷徨。当耳朵张开的时刻，都是鲜艳的模样，在新的世界让自己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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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过失望，有过受伤，我们的梦想。好久没唱了，都我们唱点唱流行歌吧。嗯，有什么流行歌最近？我棒不，我就想唱 S H。这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哎我的忠实粉丝。没有忠实广告。我广告行走的巨行走的巨大人形广告，小爱。加鸡腿，加鸡腿，加鸡！哇，钻钻戒，钻戒！哪里钻戒？送给我的吗？谁送的？咦，钻戒？吴哦，又是羊驼送的。谢谢。唱什么流行歌呀？哇哇哇！来来来，把手伸过去。这个怎么送啊？可不可以自己送？我也不知道。哦，还有高跟鞋，我第一次看到高跟鞋。水晶鞋吧，水晶鞋。哦，水晶鞋。可以的。我不知道怎么送。我不知道唱什么，你们原来直播这么方便，早知道我之前就直播复习了。爸爸们都好有钱，让大家看看我复习的是什么非人类的东西。哎呀，可以直播跳舞，但是我们地方太小了。哎呦，今天刚学了公主披风，必须得跳一个。左手扶手，左手扶手，走了，咱这好像没人了，给你们播。歌词还不会背，小爱可以的。马上，我马上记歌词，谁都不要拦我，我真的要记。我有记歌词，我刚刚就在房间记歌词。妈呀！真的不会，完了，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哎呀，我这个化妆包太硌了，记不住歌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大，左手拂袖，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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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呦，这个歌词真难啊！Don't touch boy boss， 左手拂袖，右手挥手，右边挥手，不啰嗦不惶恐，为公主挂帅之后，硬不强求，百夜不复生，没有伤亡百口，让红色披风恭候。我一直以为是，怎么这么难呢、啊？我一直以为是让红色披风等候。我也以为是等候。我也是等候。优优雅的擦肩是华丽的冒险。
神魂颠倒，神魂颠倒最好跳了，没动作。我唱哪一句啊？当当当当当。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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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你微笑后的意思，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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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就让我的噔噔碎了一地。我每次都会唱着，就让我的节操碎了一地。我好难，表达才解释我是保险业你的人，我也不难。大家怎么都在开始背歌词了？完了完了，我真的我唱的哪一句哦？我唱的是这一句。那我是我是谁？我是万一。你看你跳什么呀？你今天弄的什么跳？我是万一娜。新世界。有人会跳新世界吗？我会啊。啊，要来吗？然后还有人喊新世界。我会。新世界怎么跳？我不会跳，我只知道这个动作。噔。我只知道这个，没有了。我只知道这个。噔噔。啊，这个。新世界怎么唱？哎，这句怎么唱哦？哪一个我来？我会。哪一句？你刚刚那个可不可以发给我？都可以啊。哪句我会唱？哦。哎，我是哪一句？我是这个吗？只要我避开一，我就。啊。我也是很有要不要慢慢，只有那一冒尖。啊，就不承担也不冒尖。我是那个吗？是那个吗？只需要我避开一点点，只需要我避开一点点。如果我能相信，就可以扭转一切。绝不承认也不冒尖那句子。嗯，等会儿我重复。绝不承认也不冒尖，只需要我避开一点点。如果我能相信，就可以扭转一切。嗯，这有点快。绝不承认也不冒尖。不是，那是牛仔裤，我穿裤子了，我都说了我穿裤子了。哇，超15万了！刚发现。左手扶手，右边回首，不啰嗦不惶恐，为公主挂帅之后。我们能不能唱点正常的歌？哦，这样说好像我们歌不正常一样，不能这么说。当下比较流行的歌啊，我要听薛之谦的歌。哎，他的歌我会唱。有你有吗？我有呀。我这个没电了，哎呀，烦死了。你要唱他哪首呀？都可以。都可以啊。嗯，随便播一首他的歌我都。想要唱哪？演员，丑八怪绅士。演员多呢，先唱演员吧。哦，刚刚好，我很喜欢。放伴奏哦。啊，没，都随便都可以。刚刚好，我也很喜欢他的刚刚好，我很喜欢。嗯，我还没有伴奏。真的要放伴奏吗？那我没关系啊，不一定，随便。嗯。现在哎，
好像我们没有分歧。有分歧吗？哎呦，我并没有要唱的地方。不慌慌而睡着。哎，你的歌怎么放了半天没放出来？那还在下载呢。来啦。你觉得这样好看吗？好看呀。给大家看一张我今天，哎，你要 key 好高，他的 key 好低，你 key 不下去是吧？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有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有啊，这 key 就是这样。每一件，我比你低。真的吗？嗯。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哪有？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亦能看见。我觉得他 key 是挺低的。你和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厌倦，你来唱吧，我不太会了。来，你拿着，唱吧啊！我把调起高点，但我怕后面唱不上去。嗯，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眼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都十一点过了。我们说路人好可怕，没关系，我没有看到路人的评价，我们开心就好。他中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哎呀，真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你唱另外一首好不好？嗯，哪首呀？给大家看看我的自拍。哎呀，曝光了。哎呀，看不到，就这样吧。什么歌啊？什么？随便啊！不要，那唱吧，换一个。换哪个呀？随便。这就是。就是这首歌啊！哦，没有，刚好。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对，应该是这个调。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我只会副歌。等他哦，他这么低，他还要低。思念刻在墙。下一首。我不下去了。下一首。刚刚好呢。刚刚就是刚刚好。好尴尬。
请把刚刚那段剪掉。对，我小时候都熟呢。为什么要唱呢？哎，唱那个嘛，唱那个。哎，在那个叫什么？一笑倾城，你会不了？刚刚有人一直在刷一笑倾城，但我好像不会。我会，哈哈哈，交给我了。我会，我会，我会，我会。你会啊？我不会。你应该会吧？我不知道，我要听。很顺口的耶。马来西亚。外卖到了。外卖到了。他们说外卖到了。你们怎么知道外卖到了？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外卖到了呢。说一声新年，新年快乐，新年一刻。哎，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好，我不会唱。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这世界总有人在茫茫的路寻宝藏。只因那浮世骄阳，也别过人间一场一场桥上。人如海，车成行。你像个像光芒，能把我照亮。风轻扬，夏未央，绿荫如淡愁香。原来爱，所谓爱情是这模样。我给你们伴舞吧。这个不是为你笑很醉呀？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朝思方向，心里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一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关心结果跌宕，我们不散场。我不会唱，不要让我唱，我不会唱。不唱，那咱们换一首吧。最近很火的呢，那个一笑倾城还是挺好看的。我就是看到了，因为一笑很。对呀、啊。但我还是不会唱。这首歌叫一笑倾城。因为一下还是挺好看的。那我不会唱杨洋唱的。我不是麦霸。我不是麦霸。我送了个蛋糕给你。没关系，我会唱。没关系，我会唱。唱啥呀？啊，你们会唱那个吗？那个也没敢唱，那个叫什么？猪猪猪猪爱唱的那首。祝你的日子。不是。好想你。啊，对，好想你。啊，会呀。这不所有人都会吗？对的呀。我要把我的老爷嫂清醒。阿姨老鸭嫂啊，不是呸，那个太低的嗓子。战争一方间，你没跟上出来。想要穿梭一份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都多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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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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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怎么会这样呢？音质不好吧？对吧？我也觉得不是原版。
外卖还不来送。对的呀，是这个呀。我不来，我们三个外卖还不来，好难过。好难过。哎，好难过是哪里的哪里的话？不知道。哎，我手机里，我看一下来没有。这真的真的都不是很好的样子。想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怎么会这样子？每天情人的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晴天还是下雨的，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所以我的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们要去吧，去吧，那你们先去吧，我在这边等你们。行吧，你先唱吧。外卖到了，我叫你。好尴尬，我怕吵，算了，我不唱了。你先唱吧。没事，你唱吧。没事，你唱呀。想干嘛干嘛。来啦！你们排的快，排的快吗？应该挺快的。他们都走了，留我一个人。好多人都不在。不行，排练是秘密，不能给大家播。默默不知道睡觉了吗？可能睡觉了吧，我也不知道。而且默默把妆卸了，应该不会很想不想播。我来看看能干嘛。啊！Pad关机了。Pad关机了，没有音乐了，要干嘛呢？没电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电。不行，默默应该不想要播吧，不知道。我去看一眼。并没有好吗？是谁说默默在排练室的？并没有好吗？不在。没有猫。好无聊，我也没有歌给你们播。很尴尬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不是默默的声音，默默不在。
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看小爱的手机能不能打开。哎呀，都要密码。为什么充了这么久的电还是没有电呀？好奇怪啊！换一个充看一下。还说这个头不好用啊？嗯，不然我插好了，它有在充电，但是就是很慢，而且充不太进去。哎呀，怎么办呢？我们来聊天吧。没坏，就是很慢。嗯，可能是功率的问题。后辈早就睡觉了，都几点了？十一点多了。我不要直播收拾房间，我的房间我觉得还可以。过年好像不回吧。快本那段舞蹈嘛，我都忘记了，临时学的，学完就忘。哦，也就后面也没再跳，我就忘。这两个换一下，哇，好烫啊！大家最近还有在看什么剧吗？我要说什么？不夜城，不夜城我还没有看，因为我那天昨天吧，刚看把那个什么那个，哎呀，那个叫什么鬼怪第十集看了，然后就还没有看。旁边在排练，会跳什么？还没有，还没开始练，把 B50的歌练了今天，然后别的还没开始练。放假了吧？算，怎么老是有人问我有没有放假？我的帽子怎么那么脏啊？哦，放在哪里了？沾到什么东西了？好像不敢戴它了。对哦，拿玻璃胶可以。玻璃胶的话，好像没有玻璃胶的样子。
尴尬，我这边什么都没有，因为太久不来。他们在排练，哇，马上两个小时了，马上播播到两个小时了。他们去排练了。好糊啊，这像素也太不好了。嗯，在哪儿？果然应该是功率的问题，没有回来，他们都没回来，好无聊啊！一下子大家都走了，就变得好空，好寂寞。卫衣吗？卫衣不知道什么牌子，我在韩国买的，随便买的，我觉得挺舒服的面料，所以我就买了。为什么所有人在说我的外卖到了，但是外卖没有来啊？
砸墙，不是，是我买的那个净化器的那个声音，咚咚咚咚的。直播排练不能直播排练啊，没有。说我像鹿晗。认真的吗？我认识一个女生，真的还就是她是短发，真的还蛮像鹿晗的。路人有好多吗？谢谢。没有，我弟没有看过我们的公演。嗯，他大概看过直播吧，但是好像也……哦，我的生日公演他有看过，但他没有现场看，他是看直播。这么多人跟我说外卖到了，外卖没来吧？哟，没有，因为他们之前就说今天要去染头发，然后对，顺便化个妆。好无聊哦，没有事情干。看不见，近视眼，看不清你们在说什么。拉谁呀？拉不到啊。看到很多人每次都说照片长这样，进来长这样。我的照片跟我人有差很多吗？没有吧。没有看瑞哥的猫。怎么？为什么我的电一直充不进去呢？
这个帽子什么牌子也在韩国买的，我也不知道，随便买的。只是觉得我就是只是想买个全黑的帽子而已，要正好这个是全黑的，然后就买了。我喜欢哪个明星？对，我帽子刚脏了，不知道怎么粘都是衣服上的帽。喜欢哪个明星啊？嗯，没有说，都挺喜欢的吧。没有说，就是什么，嗯，对。男明星的话，如果说理想型的话，鸿雁、陈伟霆这种吧。啊，对，女生的话就是杰西卡还有允儿他们。一下子没有想到韩国的，想到国内的。韩国的男明星我喜欢的还挺多的，长得帅吗？欧巴吗？啊 Big Bang GD，我很欣赏他，很有才，特别有才。欧美，我小时候喜欢过，也没有说小时候，以前啊，喜欢过 Justin Bieber。要求来说要去看他演唱会的，但是没有，结果要上课上学。我想知道我的外卖去哪了，怎么这么久？我看了吗？潘帅。我不知道，洛洛。没有，回去了吧。胜利。看过我那个台湾的孤美啊，看电影吗？看了那个《血战》那个什么钢锯岭，但别的还没看。我觉得还好，那个没有很有一点就是它有那个有些地方碰，就是突然一下子会比较吓到，但是血腥的话我觉得还好。最近可能吃的有点多，然后脸上有点胖。放假了嘛，在家，在这休息的时候就是吃东西睡觉。为什么要说主播马上奔三了？我才奔二，好不好？好难过，大家都这么对我。潜水湾。
排完了，他们。你吃的拿上来了不？没有。还没拿上来，那你饿着吧。来吗？他来了吗？啊？外卖来，在楼下。弯弯，弯弯，我们去买。拿个外卖吧，死了，宝宝要饿死了。到底是来了还是没来啊？没还没到。对啊，也没到。还有多少？我催单呢。还帮你催单，结果对。真的没有吗？真的没有到吗？真的没有。哇，你房间怎么这么热？冷冷了。问问，能不能拿个你卷毛的东东？卷毛的，我没有卷毛。帽上好脏，有玻璃胶吗？哦，你说卷毛，我以为你要卷刘海。不，那个、哦、那个。有，等一下。我接的好，好痒，好久没有接头发。你说帽子吗？对。你还在直播吗？嗯。刚刚你们不在，他们一个劲让我去拉别人，我想说，我怕人家就休息了，不好。那我去帮你拉一下。你房间怎么这么热呢？空调打的。没有，因为你们刚才排练，所以当然热啊。30度，29度，29，你知道我房间多少度吗？不知道，24度。哎呀，没有高兴你穿的多嘛，对不对？我也有穿不多的时候。直播这么久不会无聊吗？啊，不会啊，我没有，我是昨天才刚开过第一次直播，昨天我在染头发。什么叫昨天才开的第一次直播？没有，就是这个我才开了第一次。我还说上次在那个在口袋我开过。这个不是口袋吗？这不是。这跟口袋啊，可以开这个吗？一直播，这是一直播。对。那我们的口袋直播有什么用呢？口袋也播呀。口袋也播，什么叫口袋？因为我的口袋，我之前坏了，我的口袋一直就闪退，一直闪退，就一直弄不上去。那，所以我就拿这个播了，而且这个比较好看。行吧，行的吧，好的吧。直播很卡，对，口袋我的口袋连登都登不上去，就之前我登上去一次，结果卡得要死了，就是没。就上次你直播的时候，我打开了一下，我再也没有打开过。对啊，这根本就不能用，哎，拿上来这么快，哎，不是说没到，你拿了另外一个吃的过来。棉花糖吗？哦，原来，吃。你还吃棉花糖？吃。哎，你嫌弃别人你还吃？哎，牛奶味的耶。说你脸圆啊？谁说我脸圆？你有没有撕掉啊？啊！哎，你会不会用这个？我会用啊，但是你这个没有粘满啊，你不用撕吧？要撕，就是。啊！真的很好吃哎。啊！他们说口袋直播只有声音没有画面。现在口袋直播好像一直都很卡不稳定，而且我一直闪退我的。小爱没有你了，没有我。啊，我没事，我不用出镜。我脸老红了，不知道为啥。还好。好红啊。没有，心理作用。打个电话。胖爱不许吃。不直播了，说我胖，就算是也不能说出来。哎呦，就是这个，
喂，你好，请问你送到了吗？我有两瓶的棉花糖。好热啊。哦，好的好的，谢谢。在楼下呢。嗯，对对对，就放在楼下，再给我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谢谢。嗯，好好，麻烦你了，嗯，好，谢谢，嗯，嗯，再见。到了。啊，他说还有两分钟就到了，可是我其实真的不是很想吃。哎，饿过了。对。没有，等他剩完就会想吃了。有点后悔，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明明又很胖。然后又不是特别想吃，还点点了之后还就一定要吃点了。嗯，我拿下来给我。是，其实是我孙瑞的。好吧。没事儿，他的就是我的。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随便吃。不问你要说他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对啊，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我的还是我的。我的就是你们的。嗯，你想到明天八点过去？嗯，我好烦，我好怕我起不来呀、啊。嗯。我就起不来，千万别叫我。明天八点多为什么？八点不是。老下午两点。老早了。对啊，大家都是下午两点，只有我们八点。是啊。好可怜啊。好惨哦。多给我们投点票，我们就可以晚点起来了。好现实哦。哎呀，我感觉这些都不习惯，好重。啊。又太久没有，太久没有接头发。是这样。很重，现在就感觉头发很重。老热了，为什么？真的好热啊。对啊，因为空调开得很高。开低点吧。对啊。我觉得我们播到我们吃东西吃完就可以结束了，那赶紧吃，赶紧吃，再不吃吃现在后面吃好胖了。有人问这是 SH48 吗？你都点进了我的直播，你会不知道我们是这个吗？哎，你们俩不要在那个画框外啊，一脸冷漠的刷手机。哎，来了吧，外卖来了。你，喂，你好，你要我下去吗？我去吧。那顺便帮我把那个、哦、谢谢，那个就是递一下、嗯、这个饮料，对。好，谢谢。耶，那我下去了。为什么要开玩笑？因为我比较小就来上海。我感觉我憋到脚了。但有时候讲话急了还是会有，但很少。在播这个吗？没有吧？真的假的？那你播了这么久？没有，刚刚突然跳掉了。应该是突然掉网了。我这是从默默那边搜刮来的，因为我太真的吗？真的，这是我看看好不好喝。这是从默默那边拿来的。我说默默有没有喝的？默默说我只有这个。好，没关系。这是椰子，哎，这之前喝过的啦，我没有喝过，我这我没有喝过吗？因为我不是很爱。之前在剧场他们放了好多。我不是很爱喝椰子，但是就虽然我没有买过这个，嗯、因为我今天是被逼无奈，所以，哎，也实在没有喝的。你觉得还蛮好喝的，嗯，可以，因为再去多拿几瓶，我还在这这么多天呢。没有啊，明天。明天去排练，带我回来住啊，是的。这是你眼镜啊？对啊，我的眼镜。有度数不？当然有度数，不然我买眼镜干嘛？哎呦，你的度数怎么这么深啊？哦。我都看不见。你都看不见，应该是真的看不见、啊。你都晕。好模糊。晕。带着晕。我度数好像又上去了，但是我还没去换。哎呦，不行，真的晕。对啊。哎呦，有，对，我是有深度的女人。哎、我靠，那两个人是死了吗？到现在还不回。谁呀？他们染头发要染很久吗？不是染到现在还要死啊！他们真的是要死啊！可能还去吃个饭吧。要死啊！他们。
这么多人现在都在北京啊？嗯，不知道。我们班好多人都去北京玩了，我也是。其实我也想去北京，还要去找我朋友。你上海的朋友还不够多吗？SH48的人还不够多吗？哎，这不是北京，你把100个你慢慢找。我最近看了一个动漫，就是在学校的时候看了一个动漫，可好看了，是那个《镇魂街》，《镇魂街》可好看了，是个国产的动漫。老好看了。那什么，镇魂街？镇魂街，镇魂街。动漫吗？动漫。讲什么的？国漫，就是，你这样突然问我，就是热血动漫，老好看了。热血片，打篮球。不是打篮球，人家是打我干嘛？人家是有技能的。你说话就说话，你说话就说话，动手动脚干嘛？人家是有技能的。烈火小红娘我也看了。我的。才更新到47集，我在等呢。什么东西啊？就他说他看了一个动漫，然后叫什么？老好看了。是热血的，然后我问他，镇魂街，你有看吗？没有，我看了。看嘛。好看的，你要把你的那个桌子搬过来吗？啊，别搬了吧，要搬吗？哎，麻烦哦。还送了一个这个耶，不是你点的吧？没有，没有，顺便送的。我不喝饮料，来给你。嘿嘿嘿，有一个耶！哇，棒棒！终于送手套了，还是只有两个耶。弯弯去洗手吧。给。女朋友是很懒得洗手的人。没有没有，有了。呀，看起来好好吃啊！有穿裤子。谁说没有穿？他们都说我没穿，我们都穿了，直播都穿了，看了。不能看肚子。嗯，光光给你拿着。现在的这些人，尽管别人有没有穿裤，真的是。看看哪个是酸甜？哪个是酸甜？他点这么，我点的是酸甜。这也太黑暗料理了。他不能吃辣。啊，不对哦，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对对对，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对，长得就不让。拿去。嘿。哎，再啊，没关系，就没有吃。再拿一个纸。别把油滴到我地毯上啊！警告你们！哎，你怎么从我这边抢纸啊？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的？谢谢。怎么办？好罪恶。我有洁癖啊，提醒你们。怎么办？好罪恶。我也很罪恶。哎。少女偶像们直播吃鸡。吃吗？拿。没有人吃就给小爱。我真的很喜欢吃年糕。嗯，我也好喜欢吃啊。这里是深夜食堂。不孤独的美食家。嗯，头发是这样。长肉吗？深夜放毒，深夜食堂姐妹报社欢迎了你们。嗯，好饿。问我厨艺怎么样？
小爱不是要减肥吗？是吗？我想待会儿就回去把朋友圈给删了。好吃吗？待会儿再去跑两圈。嗯，是把了才有力气减肥，这句话我很同意。把垃圾扔这袋子里吧。嗯，我们没有垃圾，只有你。好尴尬哦，好尴尬哦。哎，掉出来了，你把它甩飞了。好吃。是。我们自己和小孩跑步，北京会跑的。那么瘦啊！我说你，我还在这看。这个真的有点辣的。嗯。看不下去了。我知道我最近胖了，胖一点没关系的。哎呀，我觉得这种直播字太小了，我也没有人对看不见，要这样才能看得见字。嗯，来妈妈念一下。嗯，我看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来念啊。嗯，不要发一些没价值的话，我不会念的。哪一家外卖不告诉你们。文文记得带小爱跑步啊，眼睛都瞎了，小爱可爱。文文好白啊，这是 SH48 吗？你们三个是吃可爱长大的吧？自虐带被直播吃东西，小七拿外卖来直播，我对然后什么，哇好可爱，弯弯舔我，吃吃吃，别咂巴嘴。你们有怎么吃东西怎么可能不咂巴嘴啊？那个叫吧唧嘴。好尴尬哦。我这东西怎么都不动一下，你看我怎么都不动。我发现他这个炸的好好好，皮好厚啊，都没有肉。对，我觉得皮好好。差评。我们是吃肉，我要肉，看见全是皮。嗯，真的很好吃哦。那是炸的太多，然后长痘。你又不长痘，你怕啥？我长，怕痘。哦。嗯，我不行，我一晚上，我炸的拿掉一点，太多了。我们这样直播是不是不太好啊？嗯啊，这样看着晚上我觉得他们肯定也很想吃，所以很多人退出了。饿不饿呀？好饿，退出退就不看了。剩下的可能他们也在吃东西。嗯，已经出去找东西吃了。好吃，不好吃我们吃它干嘛？对不对？太久了，在吃薯片呢。哎呀，这薯片老胖了，别吃薯片了。你在这边吃个炸鸡，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吃薯片胖？哼，有人说长胖了就赖我们，不赖我们。你那个年糕辣吗？嗯，不辣，我觉得不辣。嗯，我也觉得不辣。不要我吃一口，它辣死，又不辣。一点点。辣吗？给我一张纸来来。哎，纸在那边，来，给我一张纸。弯弯。啊。嗯。说红衣服，我看有人说红衣服胖的最快，
你们错了，我是不长肉的人，我天生遗传就是不长肉，嗯，吃再多都不胖。别说了，我承认胖的最快的绝对是我，绝对是我好吗？是我们，我就是还没吃完就已经胖了，就是这么有自信哈。红衣服这个是全身肉只长在脸上的，屁话都做多，这才是最惨的。只长脸，不长身上。刻薄，把我皮撕。Happy Wonder World.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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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好开心，还有这么多人看啊，内心很罪恶可是很开心。他们不觉得这样很无聊吗？直播好像就是这样吧。对啊，他们这样看不觉得很无聊吗？我不知道哎，不无聊啊。那是因为是我们的粉丝才觉得不无聊吧。那也是，可是他们又没得吃，就看我们吃了，受虐吧。那边吃边唱歌吧。那你唱，我吃。我也吃。你负责唱，我们俩负责吃好吗？好的呀。行呀，那我就开始唱歌了，我怕他们无聊。你们先吃啊，这还要吃完了，还有一点。哇，好辣，给我点水喝不？哎呦，完了，哎，可以了。哇，我觉得太恐怖了。我发现我的生日在我们四周年公演前一天。是公演吗？我一月十一号生日，我们一月十二号四周年公演。哦，十二号，我卡室也没答应。他们需要唱什么？天哪，一眨眼间我都二十了，我再也不能说自己是十九了。你明年就二十一了，过几年就三十了，马上就要半百了。老得比我快，你老得比我快些。我太认份了，我尴尬了。我只听你爱情的歌，我只做你的朋友。我变得沉默，伤心也不愿开口。好难过，怎么办呢？感情这都是……我看有很多人说什么被封面那张照片骗进来了，什么意思？搞得像我封面很好看，人很丑一样。哎呀，我们这真的假的？这首歌好像大家都不太会。我封面是……我昨天刚剪完头发拍的照。一个人站在雨里。那你，没有，大家都不会。他麻雀都没听过这首歌呢。他们刚说谁？说谁要唱小？对呀，你进来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吃鸡的样子。当然丑啦，这些人哪有可能？啊，我不知道唱什么歌，你们来说一下。私生活不动不动的。嗨，大家好！结果发现一进来，各种吃鸡。对，来，刚才说丑的来吃一个。
哎呀，唱一，你们快点说一首歌的名字呀。他们说哎呀，除了我们自己的歌呢。除了我们自己的歌。除了我们自己的歌。要唱自己的歌吗？我要是唱自己的歌，有人说他特意推我就看了眼封面，停不下来了呢。那我要把 SNH 的歌全都唱一遍。不得不爱。不得不爱。不得不爱是。小幸运不是唱过了吗？不得不爱是谁的歌？不得不爱是那个。好尴尬，跟他一起上过快本，不知道不得不爱是他的歌。对不起，潘玮柏前辈，对不起。潘帅的粉丝在这边跟大家对不起，因为我是个 不经常记谁唱的什么歌的人，请不要黑我。我知道，不过潘玮柏的粉丝真的很好。我上次跟他上快本的时候，他的粉丝都特别温柔。留个电话是什么歌啊？啊？留个电话是什么歌啊？丑八怪，东方红，新的旅程。喜，哎呦，我在人民广场吃着。不是唱不得不爱吗？你都不知道他又在干嘛？哎，行啊，那就还没选好呢。生命之风。哎，不，你不是说不要我们队的歌吗？也是，那他们老是写我们队的歌。那你就从不得不爱开始唱嘛。行。一首首再接嘛。那些年，哈哈哈哈。生命之风，来，开始了吧，哈哈，小爱 KTV 上线了，哈哈，怎么会这么长的前奏？怎么办？又开心又难过的在吃。啊，我听过这个。这蛮久之前的歌了吧？对啊，好久了。那不是一般的，就是相当于。都是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头发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我们这个气太高了，我也以为提高了。哎，怎么这么高？完蛋了，我觉得我除了我们团的歌，我其他歌都不太会唱，真尴尬。天天都是要你，我的心思有你猜。不行，我要唱《生命之风》。生命之风，哈，生命之风。
真相未来一直不言，谎言是在生命不灭，就让不停消退到每天快乐今天。若现在我开始改变，脚步依然只向前，让以往希望看见不一样的再次搁浅，期待着开始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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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好吵这首歌！我们来点安静。大自己写的歌吗？说好吵这首歌。因为突然就很安静，然后这里这个声音特别的大。来一首什么呀？什么呢？蜘蛛太感人了。看完大家都哭了。我的舞台。那就唱吧，我的舞台。要唱我的舞台吗？樱花书签，飞荡。毒蜘蛛，毒蜘蛛，毒蜘蛛，毒蜘蛛。月光下，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就接前奏。哎呦，当着我的手机嘞！毒蜘蛛呀！哇，突然间好安静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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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要给我个承诺，爱情的谎言我自己保留，可是却有一点棘手，我的心动还得保持沉默，让温柔的理由，这感觉要死心跳节奏动荡，我的手大大马上我的 party 要来了，心不再害羞，我的 party 来了，不再怕寂寞。人间独自住，人间单独独住，但是感情落下来却不哭。爱情就像那种伤害的痛。注定赢的邂逅，到最后还是输。好多老师我没穿裤子，我他妈真的是。你有穿裤子呀？有啊。你快点留给他们看，你过来，这是裤子啊。有穿裤子。我穿啊，没有他们很，有些人老是这么说。最喜欢我那句不再怕寂寞。哎呦，我今天真跪了一天。哇，怎么办？十二点过、oh, ，fuck fuck， 完了，我说了 fuck。收回、啊、吸的吸的吸的啊啊怎么办，服了他们还没十二点十分了啊，怎么办、怎么了、哎、我有点不想，小爱你明天飞机啊？明天，对呀。去哪的飞机啊？安徽。不知道哎。啊。是合肥。可以说吗？可以说。可以说的吧。他们都知道你们明天、啊、那个。那我们赶紧睡觉。确实该睡觉的，十二点过了。对啊。确实该睡了。确实是。嗯，不行，真的要跑步。今天太醉了。你不知道我已经很多天没有正常的吃过东西了。然后今天吃了这么多，哦、吸着个爸。完了，吃什么？
啊，我刚才说的是，我只说了个喵了个咪的，喵了个咪的，没，并没有是一些。吉他又弹，这首歌。明天考试，大家早点休息。好了，我们差不多可以关了。差不多。好了，我们要关了。我们要走啦，拜拜，睡觉啦，我要去跑步啦，拜拜。等我花半个小时会玩去，拜。来，给你们脸打个光。我挺白的呀。哦，你白好，你不要光，走。拜拜，小爱，快说拜拜了，我关了。小爱还要唱歌，小爱要忙了。小爱，我刚刚搜到了一首，搜到了一首《夕阳下的约定》。小爱的麦霸，小爱的麦霸。小爱走，我们出去唱歌。小爱去对对门拿话筒唱，对着我们每个门嘶吼一遍。哎，小爱，坐死我了！坐在炸鸡上，有炸鸡。哎，那个炸鸡，小心踩到盒子。拜拜，拜拜。拜拜 ，uncle， 没有 uncle 了，再见，我要关了，再见，拜拜，拜拜吧。